它可以让你的循环变好之后呢，可以让你的那个头，应该是说你的头发呢，恢复它正常的代谢。老师没帮我按的时候，我没有感觉到我的头皮其实是很紧跟有点烫的。当老师帮我喷完以后，我会觉得这一边很凉，跟会整个松掉，我才现在才会觉得我的这一边好紧。好热。那这个品牌呢，它得到了就是网络通贩最佳头皮的护理霜。这个品牌它是由皮肤科医师，它利用了两个技术，一个就是草本的理疗跟医学的科技两种双重技术产生的这个品牌。那这个里面的草本植物大概多达13种，那我只要介绍其中的3种就好了。好，头发的部分，尤其是顶部，是由雌性荷尔蒙在负责。那为什么会男性荷尔蒙，比如说有雄性荷尔蒙会秃，会头发会掉？就是因为雄性荷尔蒙过强，雌性荷尔蒙过弱，所以我们身体都要产生一个平衡的对比。就是我太 man 了。那我推荐的这个，它是针对头皮，你只要外用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品相呢，它的成分最主要的有一个关键，它是针对你的激就是雄性荷尔蒙的激素，它会抑制它，叫聚棕榈，它可以抑制你身体本身所产生的变化，它可以抑制控制你的出油，跟男生女生都可以用，对，不正常的落发。第二个呢，它还有银杏，它是要帮你就是抗衰防老，之后呢，它可以帮助你的头皮循环，好舒服，可以增加你的循环。它有点凉凉的，它可以净化你的头皮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葡萄籽，大家都知道葡萄籽可以抗氧化，对，所以它抗氧化，它可以让你的循环变好之后呢，可以让你的那个头，应该是说你的头发呢，恢复它正常的代谢。老师没帮我按的时候，我没有感觉到我的头皮其实是很紧跟有点烫的。当老师帮我喷完以后，我会觉得这一边很凉，跟会整个松掉，我现在才会觉得我的这一边好紧。好热，这个一天可以2次，用完之后呢，你的第一次使用完的时候，你的凉感呢在3分钟以内就会出现了，现在快30秒已经有了，它可以持续大概凉感可以持续到3分钟。那像我现在推荐的这个，它是针对荷尔蒙，就是遗传因素的，它还有另外一个橘色，它是针对压力型的，它可以帮你舒压的，那最后它还有另外一个喷的。它可以帮助你强健你的发根，那让你头发从外用方面去补充你身体里面欠缺的，因为睡眠所产生的压力。那反正他有的是钱，他要买3瓶可以一起喷。可以，你可以交错使用。好，明白。达人传授美丽秘技，都在女人我最大 App， 拥有最强神级团队，让你成为时尚焦点。达人指点，美丽多一点，女人我最大 App， 快来下载。